声音那缺陷了，在刹那也带着不羁，再听着这公路扩音机，就似是置身于1984，年月一分秒某人某地，要最温暖的声音与不变的天真送上疑问，要让我珍惜一段光阴，我那天没太关心，甚至让你空谈，不知怎去再复仇，是播着你声音说挂念我，似一首热恋旧的歌，听说你似不再记得起，原来是发生于1984，年月一分秒某人某地，最温暖的声音与不变的天真，不知怎去再